大家好，我是 Ro。今天呢，我们来继续前进我们的千代吧。上一次呢，我们玩了一集之后呢，这个到目前为止呢，都还没有给它继续进行下去了，这个实在是不行哦。啊，我们上一次玩呢，印象中呢是这个卡卡，哎，不是卡卡啦，就是它的那个操作的这个转的速度很快哦。但没有关系，哎，我们上一次好像有，我记得我有算一下，大概有13个关口哦，关卡。然后我们是玩到了，我看一下它这个是怎么算的，家族应该是这个结婚手礼哦。这将取代您目前存档的档案，是否要继续？我想继续啊，但是我也不想取代啊，但是好像我也没得选啊，我只能继续了吧，是不是？来吧，让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由我们这个店长赠送的恐怖游戏《千代七友》。七友也是一个日系的啊，日系的。如果上一次呢，第一次，今天是第一次看的朋友呢，可以回去补我们的直播档。我应该又把它拉出来吧，我印象中有哦。好，哎，没错，我想起来了。哎呦，呜呜呜，怎么那么大声？好 ，OK， 我有，我印象哦，就是。哦，哎，这个它这个材质都还没读进来，这个是正常的吗？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有去拿到一个这个东西，对对，它整个材质都还没进来。等一下，我想要重新设置一下哦。我的影像呢，应该是要给它，对，低质量，我已经整个都低质量，还不行吗？啊，我知道这应该，好，这应该跟它游戏优化有关系哦。好，没关系。你不要在 ，OK， 其实老实说，我已经有点忘记怎么玩了，怎么办 ？OK， 点火，对，我们要点火啊，有 ，OK， 稍微，好，哇，它这个游戏音比想象中还要大非常多，斯文不动，好，我们要重新，好，我们要整个重新熟悉一下 ，OK。啊，这个门是打不开的。哎，不是啊，他为什么画面会有一个撕裂的感觉？你不能要我在玩要玩游戏的时候，你就，他应该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垂直？哎，没有吗？没有，他没有那个。哎，好 ，OK。哎 ，OK， 打开了 ，OK。好，根据我们上一次。游玩的这个状况呢？因为其实我们都玩了几个，有几个跟有这种鬼的游戏嘛，我都有点忘记到底是哪一个会有鬼追，哪一个我记得上一次玩好像还没有鬼追哦。然后我记得要收集很多很多东西。小孩的作业12345678910 ，OK， 好，门打开了 ，OK。好，这个帧数令人堪忧啊！然后我记得他这些门都是有后面都是有东西挡住的，我没记错的话。门没有全开，对，店长有说门没有全开的话会被卡住，对，没错。好 ，OK。点火，这个火点起来感觉就不会出事哦。我记得还有一个二楼，对，还有一个二楼，对，门板挡住了，点火。好，大家等我一下，我要把屏幕再往后拉一点。好，点火。哎，关起门哦，好，先把门打开，然后 ，OK。等一下，要干嘛？哎，等一下啊！诅咒，不是诅咒，我要怎么？等一下，诅咒，我 how to 解决诅咒？一加右键，一加右键吗？一加右键，金票，在，哎，金，小金票。成功了 ，OK， 奶叔好，一加右键，脸庞，对，我们有四个面具，对，我印象有印象，这个拆不掉，好
好好。哦，因为这个挡住啦、啊，当然打不开。好，好，一加右键。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们按一的时候，按一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什么东西出现，好像已经捡到三个面具喽。好，这里有东西，它这个是一个属于比较类似这个收集型的游戏，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竭尽所能的进行收集。奶叔。好好好，这个应该是蹲下来吧，按 C 才可以蹲下来啊。好，我的记忆整个开始慢慢的都已经回复咯。我的记忆 OK， 对，文房四宝，文房四宝有四个文房四宝我们要收集。对对对，有，我现在我的脑筋逐渐明朗清晰透亮。哦，好，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有花纹的门都是打不开的哦。干嘛 ？OK， 点灯，然后看一下，按一下一。哦，这里有东西，收集。这里有血，那合理吗？这里还有一个文皇四宝。OK， 拿到了奶酥。啊，把这个打开，这样门就可以开了。啊、这里有东西啊、哦，在楼下。好，好，好，好 ，OK，OK。我们的进度飞快。啊，有血的房间。好，开好门。那是谁？他去哪里了？这什么东西？哎，等下，是有一个明镜。这个我这个房间我有印象。对，小镜子。好，手套。对，就是这个房间，就是这个房间。剪。折扇，这些文字应该都是那个，应该都是线索，各种线索。然后这有四个，要摆上文房四宝。我现在有两宝哦，文房两宝。然后我还有结婚手礼，对不对？他刚刚有说结婚手礼。好，收集化妆盒。那这些东西啊，拿在手上的东西。在你包包里面的东西好像是会有就是你有一个有容量限制，你不能，所以我决定我们要把东西先放在地上。哦，怎么放？等一下，我先看一下这个化妆盒，长按可以旋转，通常都有机关啊，没有机关吗？好，那我要怎么丢弃？按右键丢弃，丢。好，我们把所有东西全部都丢在这个地方上。好，那我们继续去找其他的文房四宝儿。在进。好，眼前有一个文房四宝，要打开。哎，这里有一个文房四宝。等一下，这里这个文房四宝为什么我刚有这个房间我刚刚。哎，不对啊！这个房间我刚刚啊，这个，我刚要进没进？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个钥匙盒，文房四宝，然后这个，它的钥匙盒里面应该会有东西吧？打开。哦，法簪 ，OK， 那钥匙盒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哦，这个神符，那我们把东西先放在这，驱除二灵的神符，好 ，OK， 然后文房四宝给它放上去，好，然后应该还有一个四宝，我猜应该在一楼，我们去一楼看看。而且我记得我上一次好像刚刚中间那个塔的。它旁边有一个很像开关的东西，我记得我好像有收集到。哦，它跑步是按一下就可以不用按着，那也是还可以，算方便。它
除了滑鼠灵敏度不能调这件事情有点奇怪以外，其他都还有。哎，等一下，他这个丑化，哎，等一下，哦，上锁了。对对对，上一次也是有看到这个上锁的东西哦。对对对，没错没错。还有一个地下室。在。这个门是打不开，对不对？哎，可以啊。好。好。在。啊，就这个，对对对，就这个。然后。在。藏在背后的东西一定很重要。哎，所以我没办法。在。这块板上锁了啊，它应该是这个，就是上面有写什么子丑什么东西的，所以应该是。等一下，等一下，我应该把这个放上去。八面环，我先返回，然后我把八面环放上去。哎，怎么不能放啊？等一下。这个，对，放上去了，然后，哦，它是不是还少一圈？对，它还少一圈。好，它应该是会给你方位，然后跟你说那个东西，然后。哎，就在里面嘛！哎，这里是可以进来的、哦。哎，我以为不行。几代人的心血去建立的财富，眨眼间一切化为乌有。最近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八卦。在。进。在。好。哎，所以这里就这样。进。啊，在这里。在。撕毁的名单，哎，我想要看一下他有没有文件库存日记 Q。对对对，撕毁的名单，王者名单本位田新一龙阳祥侍郎祥啊，我们有那个就是他有那个跟祥侍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个东西嘛，我印象蛮深刻，就是祥侍郎，然后什么太太什么之类的。松本大师，你看，千代，我知道你有很多疑虑跟疑惑，所以你不能再充分发挥才能，因为你的思维认知被忧虑所克制。但是你要切记，鸟会被赋予的翅膀，最好让它在天空可以自由飞翔。若是你担心突破自己的视线，放开双手将损伤惨重。魔法部门大师，对对对对对，亲爱妻子楼林，嘿嘿，这是情书嘛？祥侍郎，我亲爱的儿子，很遗憾，我因为忙于北海道的公干，所以未能及时参加你的婚礼。我和松前氏的会谈比我想象中还要久。我委托了十件事最优秀的工匠来为你定制这套文房四宝，就是我们要收集的。我已经把你新娘子的礼物放在图书馆里。哇，一个家里面有图书馆也是很夸张啊！以你新娘子之前对于这些面具的熟识，我相信她会很喜欢我为她准备礼物。本位田顺子 ，OK。我看一下哦，嗯。今天在遇到一位女人，对对，她喜欢这个艺妓嘛，对不对？对啊，没错啊，松平氏，哎，杨太，母亲大人依照您的吩咐，我找过那位和尚，让他为铜锣祈了福。然而铜锣可以驱魔的功能，在一次运用后就会消失。OK， 杨太，祥侍郎。亲爱的英灵，别忘了我们今天和母亲有约定。我知道和他相处会有点煎熬，但是为了我，请你给予多点耐心。看到这个箱子啊，哈，祥侍郎跟英灵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刚刚是楼灵，有没有？他说致我亲爱的妻子楼灵，所以他其实是跟楼灵有关系。然后，但是他又因为看到了这个。这个成立最新的艺妓吗？是英灵吗？我看一下哦，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我看一下哦。我看很多人，包括本位田夫人自己，对祥侍郎少爷的妻子楼灵小姐有些误解。我从来没见过他摆任何架子。对对对对对，他老婆是楼灵，没有错哈、哦。艺妓，我看一下哦，我们在今年祥侍郎先生看起来很帅，迎接我们的少女不是上。哎，我想放弃这一季，他应该就是英灵吧？这个应该就是英灵吧？宝塔的剑者啊，这个我没看过。OK， 撕毁的名单。OK， 好。OK， 我们还是稍微要一定要稍微先复习一下哦，一定要的哦。进在。
哦，找到了 ，nice。花俏生肖的罗盘，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看一下哦。东西南北，放大，等等，我看一下。他说这个是什么？他指针一直卡，他指针卡着一直指向南方，但是会是这个吗？不起作用，那就不是。所以我罗盘应该还是要用在某一个地方。我怎么记得这里好像……哎，它可以转呢、欸。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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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移动。哎，哦，哎，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哦。还是它这个要转的跟下面的那个字一样。它这个是右边有两个点点，是吗？这两个字是一样，右边有两个点点，转得到右边有两个点点的吗？是这，是，那它看起来，这个，哎，对，右边有两个点点，这个。然后这个是点点在下面，有一个很像方的啊，就是这个。然后有一个 B， 有一个反过来的 B， 是不是有鬼要来啦？我怎么觉得好像听到有鬼？这是什么？刀刀刀刀刀。然后这个是花花花，这个啊，这个是什么？蹲下看。有点像开，简写的开，是不是要来啦？是不是要来啦？怎么这？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很像夸夸夸夸奖的夸夸这个。哎、欸，我已经都摆好啦，怎么没有？鱼？哎、欸、，B。刀花诶、欸、嗯怎么没有反应啊哎哎、欸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哦、东西南北嗯在有点看不太懂在我看一下我还没什么地方没有去上锁了。这个也上锁，打不开这。现在目前看起来，感觉都线索都拿完了。这个是小房间嘛？在。在。在拿完了在好这里没有打不开嗯上一次玩其实就有一点点觉得就是它有一个它有诶有一点小，会有一点小卡关的感觉，就是会不知道现在接下来要做什么生成。上锁，二楼我也都探索完啦。我觉得这个八卦很奇怪，这八卦难道没有什么？几代人心血瞬间就化为乌有，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天，天地山泽水火雷山，嗯，没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二楼吗？我应该是。我应该是可以走的，都已经走过了。
这个感觉是，等一下鬼来追你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个，我觉得一定会有鬼追的一个关键，一定会有。对对，这个都是要打开，一定会有，一定会有，所以他才会把这些门全部都挡住，所以鬼一定会来追你，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然后可能你发生声音啊，然后鬼也会来追你什么的，这个打不开，这个也打不开，为什么？因为后面吗？可是我现在以为，哎，等一下，我们有地图吗？我看一下，有地图这个东西吗 ？Map， 地图，相机，中键是相机，哎，有相机这个功能哦。哦，现在还没拿到。哦，二楼再走一遍哦。进，在。进。看起来都没东西耶。这个封得很死。然后这里。啊，这个要点起来，没东西。但点蜡烛其实我有点不太解他点蜡烛的用意在哪里。嗯，对，这个我也是进了，然后这里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嘛，然后我们还少一个文房四宝，然后少一个文房四宝，然后我面具现在收集了三个。这都没东西。在。哎，等一下，这个螺的其他部分在哪里？所以这要挂一个大螺哦，对，他要挂一个螺哦，有，他刚那个信里面讲的那个螺嘛，对不对？螺，这个就是从另外一边走过来的地方，对。在，这个是在下面的，感觉是地下室，应该是有地下室，地下室的感觉蛮明显的哦。在，还有什么没收集的呢？这个。对，就是锁起来的那个门嘛，然后这里进来就是一楼。哎，对啊，那这样子合理吗？我已经全进了，哎，所有能探索的门我都探索啦。还有哪里？对不对？这个看起来已经……哎，等一下，这下面怎么会有一坨这个？在，你们有看到？哎，等一下，为什么？等一下，哦，因为给文房四宝之后，下面这个门就会打开啊啊！好 ，OK， 好。那，我的最后一个文房四宝到底在哪？哎，在那。等一下，这里怎么会有一个这个？钥匙盒，等一下，钥匙盒，这里也有一个钥匙盒，啊，也是法簪，但其实我不需要法簪啊，说实在的。在。罗盘一直指向南。在。等一下，我想一下啊，我们这里有这么，我这里有这么多扇子，我先把它放在这边。手套、面具嘛，小孩的作业，这没什么特别啊。化妆盒、白色粉底、精致的折扇，小孩的作业折扇嘛。然后面具有四个，也是一定要放的。对，这东西都在这里，但是第四个文房四宝在哪？在第四个文房四宝会在一楼吗？可是我刚去一楼就没有东西呀。这样要怎么解呢 ？A few moments later，
OK， 我看到了，哇天哪天哪，哇天哪，哇我刚刚因为这个真的卡太久，我真的完全没有 get 到，然后哦卡了一很久，我刚刚去看了一下别人的攻略，然后这网络上的攻略其实也没有真的很多，然后我刚看到一个老外的这个是就是无伤的这个攻略，然后看完以后发现，哎不是哎，他那个房间里面要放东西并不是放文房四宝那四件组啊，现在其实就是可以过去了。现在其实就已经可以过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现在其实就可以过了。他不是要你放文房四宝，他是要你放，就是他那个些结婚的礼物加四个不一样的东西放在一起，这个门就会开了，并不是这个文房四宝。但是有点好奇的是，他那些轻巧的文房四宝，他对。对，没错，它是四件这个东西，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是，我想看啊，它为什么那个密码是那四个东西，我有点不太解，我看一下，我们这边结婚手礼，我看一下啊，我委托了定制这套文房四宝，已经把你新娘子的礼物放在图书馆里。我看到的是，等一下哦，你看哦，他是，哎，这个他是这样，他很酷，他是扇子，然后发簪，然后面具跟一个文房四宝。你看，他说我们试试别的，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是就对，就是已满，哎呀，反正一定不可能是生气啊，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是这几个啊，就是他的我不解他的差异性在哪，就是他会有我看一下，精致的折扇，朴素，有没有扇子啊，然后比如说喜悦啊，然后哎这个，而且你看到他写发簪都是发簪，这不对，他不对的点，我比较好奇他不对的点是方向上的不对吗？就是为什么他这样子组合有超多种组合，哎、欸，我来看一下。结婚哦、喔，结婚的话呢，是不是应该要看他太太的情史？哦，啊，这个在这里吧。野性之冠，红白花朵，巧妙别欢，红白是不是？所以是不是？等一下哦、喔。这个红白哦，有哦，他的密码在这啊，然后啊、哦、在这里，原来在这，我看一下，手腕清辉，刮起微风，这个是扇子嘛，然后水中跳跃，自由起舞，巡拂着蔚蓝的海浪，就是这个没错，然后月光之墓上，两猫仰望苍穹，天空的秘密。文房四宝还有什么两猫的苍穹啊？看一下，这是牛吧？啊，这个两猫，看真的有哎、欸！好，不是他的错，是我的错，是我的锅。人家已经把秘密写出来了啊，结果你自己在那边喜悦啊，喜悦中，奶叔哦，终于。哦，奶叔输了，这就真的输了，所以这几个我就不需要了。干嘛？怪物要来了吗？怪物要来了吗？是时候了吗？我刚刚是不是还丢了一个什么罗盘？罗盘？所以这些都不需要了吧？对不对？镜子、符，好啊，这些应该就是都不需要。手套，留着手套，好。好，鬼要来了！
看我这卡超级有点久哎，这个，哦，干嘛干嘛？哎，死了！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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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呜！啊啊，应该没有吧？这应该是剧情杀，剧情杀，他要让你知道会有鬼这件事情。剧情杀吗？哎，没有啦，我真的死了吧？